一个有，一个会按，一个会亮那个。东西什么？哎，投资器 ，E of F U for use in the last 拿走 rest room。哎，拿走。那是到 rest room 的。那个有八个。这是第一座塔哎 ，first 那个有八个，这的这是 second tower。第二个，这个你说第二个塔吗？这个上面的东西我已经拿走了。Second tower 是什么？它上面有一个东西。还 carry 啦，有书哎、欸。啊，你们解到哪啦、啊？上不去，我还有必要看吗？第一座塔好像是要梯子，是不是？我这边上不去了。有人有塔在哪里？有人有梯子吗？在没有，在你们刚刚那一间的隔壁，就传心解出来的那一间。不是我啊，是哪里 ？One has this problem. The first tower is completed. 哦，不用不用梯子，我从别的地方上去了。It's a maze to get.那一间应该就靠那一间的东西，然后就可以。The second tower have underground. Okay. Why wait? The third tower. Second tower have underground. Decay. 哦，这个我知道。Decay 是什么 ？D D K. Decay 十年。Decay. D E C A Y. D E C A Y. 不知道。嗯，它是 underground. Underground 又是什么？这个要把光照到哪里？嗯，尾巴，看一下哦，走错路，可以移动吗？没有，有没有观众？是这里吗？神到不行的，要怎么移动？不行。他说第二个塔怎么？第二个塔，第二个塔，我就不看不懂是什么。你懂吗？反正第二个塔都是光，光会这样照，然后反射，啊，只是这个。你们在哪？我已经看不到你们在哪了。这个是谁的 ID 还是？食物我全部都要拿走。我带你来，你，哎呀，这里。嗯，你们走那么快。我们现在要玩照光的游戏、這個。照光。要怎么移动它、啊？对，椅子要怎么移动？找一下。这移动什么？白眼。哎、欸，我拿到第一个了。铁砖吗？对 ，first 第一座塔的铁砖我拿到了。我这里已经有三个了。哇，快啊！就是回来，衰退，然后呢？男女，你那个是在分别三座塔拿到的吗？没有，一个是在第二座塔拿到的。这是光线游戏啊，其他两个嘞？第二条、啊、这边那其他两个嘞？其他两个是在不知道怎么改变那个光线的，没有，就是那椅子不知道怎么转，对啊。其他两个，一个是在第二座塔，然后一个是在那个，就是刚刚在解那个一样很类似的那里。哦，我一直疯狂的按左右键。那我们去找他们。我去楼上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摆。哦，你们在这。然后呢？嗯，现在你看这个啊，你看椅子朝哪边，光就是往哪边照。看，然后一看就知道了。然后嘞，对啊，重点是要让，要让哪一个亮，就是要让，对啊，要照中间那张吗？要让这个，感觉就是让这个亮，然后这个会喷出光来啊。哦，白色是转白色椅子的吗？但是椅子不会转，不是，白色好像是启动光而已啊，黄色是关掉光。我们不会转椅子，椅子怎么转嘞？上面呢？有人上去过吗？上面有东西。上面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，只有一块方块是不太一样的颜色。可是那个不太一样颜色有点怪怪。哎、欸，你们有进来这间过吗？还没，想说不是先不要偷跑。前面的房间。食物哎、欸，用不太到啊。压力板放铁砖上面，压力板。我们要找到八个压力板。我有一个啊，我没有。放在压力板上，然后旁边的椅子会转向。放在压力板。哦，面。所以要先找到八个压力板啊！天啊！哦，这里有三个了。What？ 这是压力板吗？感应压力板吗？不是，感重吗？对 ，use in the racer room， 就是要放。哦，可放置在铁砖，这就是要放在上面啊，在这个。嗯，这样子。哦，这样就可以转了。哎呦哎，酷哦！哦，太早按了，也不行哦。嗯，那你们有爬上去过吗？
我说那个水上面的那个。来色色绿色这个这里没有，还要再找啊，还要再找啊，先走啊，重点是要好先去找啊，那应该还没有用到吧，这里厨房的拿走了，我上面的箱子拿过了，害我还这样跳上来哪边哦，这不是第二座的吗，我拿过了，一共有八个，所以这个才是解谜，这才叫 puzzle 吧，这个也拿过了，这个也拿过了，这怎么这样才有办法记录一下哪里拿过了，有人说拆地上的就好了啊，这旁边的这个拉杆到底是什么装饰吧，是吗，对啊，我觉得这旁边这个拉杆是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去过了，所以拉杆只是表示让我们表示那个地方去过而已啊，不知道你阿静抓到了盖欧卡哦，他有再去玩啊，嗯，他有 po 文啊，他说一切都要感谢蛇文雄，欸，第三座塔我找到了， nice， 快破解它，原始版本红之本可以用来破坏控制杆，破坏控制杆，红色玻璃要打到绿色的方块。哎，我也不晓得。打到那个，我想简单。你先不要来，我去外面。在哪里？我去外面缺个扣。我在，你先回到、就是、这栋房子而已。回到那个，嗯、这栋房子外面吗？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就这里，这里，就一层都躺在这里。就你们在哪？哎、这里。Hey, 哎呦，那个东西被传回来了。这里，嗯，有人进，有人一进来就会被重置。里面有那个，你们趁呢？控制啊，这个，蹦，声音蹦了。所以是要控制它怎么样？不晓得、啊。要打到绿色的，我一个已经完成了。你要看说明书。看不懂啊。哎，红石臼。Pocket Watch。红石臼。Progress。欸、是红石火把吗？还是红石 ？Crack flower， 应该是红石火把，应该用中继。那你手上吧。Oh, sad, and 红石火把不能直接放这吗？不是，重点是他要干嘛？不 design this problem。红石火把要让那个亮起来，每、个都要放才可以。红石火把不能放哎、欸，要让哪一个亮起来？先玩应该是这一个，让这个亮起来。对，哎、欸，中继机也不能调啊。H 一二三，感谢您。这是干嘛？让中间那个亮起来啊！中继机也不能调，那只能吗？那个这个可以打坏吧？你们在哪、啊？我觉得如果有人焊坏、這個，拿那个红石火把来打坏一个控制杆，会很好像有個控制一定很屌，打坏一个控制杆。对啊，可是控制杆可以开关不是吗？哎、欸，我的红石不见了、欸、哦，你们又有人踩门，他会回来，可以破坏红石粉跟控制。我已经开始想说我接别的了。可以破坏红石粉跟控制杆啊！我在你旁边啊，这里啊，一个吗？应该是一个吗？你看这里，我踩进来了。后面 ，water， 可是我这边的东西都已经拿了哎、欸。哦，尿。哎，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去接了。赶紧休息啊！这冷热水吧。这是热水跟冷水耶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。然后下面有 water droplet。这个打掉，这个关，然后这个打掉，然后接到那一边关掉就好了。这个控制杆。哎、欸，这个控制要不要去隔壁啊？隔壁需要你。对，只是要领域。控制杆可以打掉啊？不行吗？这样，可以。这里。然后放到这个、啊。等一下，不要走进来哦、啊欸！哦，有。不要走进来，我们解了，不要走进来。那边有东西耶、欸。哎、欸，还有第二题哎、欸。对啊，第二题了。那是哪里啊？这个的隔壁。第二题的话是要让哪两个？打掉红石粉。哎、嗯欸，我吸到一个。我是他们那边的、啊，反正红石粉应该都要接到那里啊。不知道。比较器应该不能打吧？嗯。那花不能撤。哎、欸。嗯。在哪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哦、我在第四座塔哎、欸。哇，你走进去了？哇，控制杆。就直接就走进来了、欸。控制房放不上去、欸。哇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走过来、欸。哇塞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又可以放了？啊，你可以打那个吗？这个吗？只能放在这个上面吗？嗯？嗯，都没有意义。这个可以打吗？哪一个？这个啊。都。哎、欸、呀！哎、欸、哎，送来了，怎么都传到这里了？我不知道，我这是第四座塔，然后我按了一下，它就。第三座还没解。糟糕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要干嘛？我不知道、欸。是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时间内要爬到最、啊、最高吗？有时间吗？啊，掉了。嗯？好晕哦、喔，好晕哦、喔。喂、欸，哦，里面。啊？怎么办？要解。第四座塔。Jerry。啊！嗯啊！哎、欸、哦，原来是踩到压力板这样啊！踩到压力板就会飞回来啊！是压力板吗？哎、欸，这里的东西都可以打掉哦！哎、欸，好像是时间呢、欸，时间到了，就是那个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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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时间到了以后，那个东西就会，所以要赶快跑啊，不然那个活塞会往下。那就有人先上去，然后啊不行，会被传下来。没有，会被传下来，难怪所有人都传过来。那就是按隔壁那个开始啊，按喽。好 ，Go。你们家就啊会卡住，你跑就好了嘛。好、哦，我就。掉下来应该就失败了。嗯，对，应该就没有办法。好快哦、喔，他、啊、超快的、啊。时间到了，再一次。不行，我掉下来了。哎呀，没了了。哇，这什么声音？哒哒哒哒哒。拿到了！太好喽，漂亮！一个啦。嗯，拿到一个。我可以回去继续解了。我们可以回去继续解了。OK。哎，要从头解。等一下、啊。这边不要再进来了，再进来我就重置了。重置了，耶、yeah, ！我来看了。巧克力，你不是要跟我拿吗？再进来的话，那都进来吧。刚刚不是你在解吗？没有啊，都进来了，哦、都进来好了。对、啊、好，那就都。拿那个、哦。对，鱼竿这边需要你。基本上要八个啦。这是什么？第一关我们解了。哎，红石丢这里。他被重置了。红石丢那条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个拔掉。哦，该不会是哦？这个是我不行的。不知道鱼竿。好了，第二楼。二楼了。不是红石关卡吗？没有错啦。可以打掉。比较器。红石可以打掉。红石跟、嗯、跟控制感。红石粉。所以控制感不是、欸。这个不是那个吗？红石粉跟控制感。红石粉。这个是那个锁啊，就是如果旁边有东西打进来，它会锁起来。对，所以。所以这是要关掉它才行。哎，有了。打不掉哎、欸。没有，只有菜渣拿那个才可以打。我拿了一根红石火把，那现在怎么让它点亮？按啊，啊它锁住了啊，嗯。控制杆可以打掉。你让它绕过它，你让这条线绕过它，然后这中间调成两个 tick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这边连，你这边连一条。还是你把那东西给我们没有那么多红石粉要接到这里啊？你要不要给我？这样。哦，统统给你。我。你要拿那个红石火把才可以打掉控制杆。嗯。啊，我要怎么铺？直接铺。你要拿一个。我只能铺在这个上面。铺在绿色。可是这样铺的话会先会连不到火塞、啊。还是，其实控制杆直接打掉，在这里拉就好了。好像不行诶，它控制杆只能放在绿色的砖层。哦。嗯。嗯，那我怎么哦？用这个打掉。对，要拿着那个打。总共只有。四个。三个。四个。我身上只有三个。哦，可不可以吸到一个？那这样光前面就需要四个了。对啊，所以这个粉应该就是放這裡面。就是调这个啊。不能调。调 tick 吗？都不能调。不是只有四个，不就前面这四个了吗？哦、对啊。对啊，还是。啊、还是楼下的可以拿来用。哎、欸，有这种事？可是应该是吧？不行吧？应该不行吧？楼下才掉就上不来了。还是楼下不是那样解，楼下还有别的解法吗？楼下的、喔，可是他最快也只能这样子了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就两个啊，还是房间里有别的红石啊？
感觉在上面用完红石就不用再去下一格啦。感觉绿色的都要放，对不对？四个就满了啊。还是可以转向，这有办法转向？对不起，哎呦，这如果……打我，快打我！对啊，如果他可以跟红……哦，来吧。不行，这样啦！上去哦，对啊，好猛哦！这是作弊啊！不错不错，我喜欢这个。可是一定有缺啊，因为你四个就用在前面的耶。我的妈呀！会不会这个可以跟红石换啊？红石粉换啊？他打不掉啊。哦、有没有办法？嗯，有人说能不能先让中继器中充能，之后再解锁？没办法吧？让它循环啊！你让它交、欸。对呢。对啊。没办法啊，它充能断掉了、啊。四个有没有办法让它一直循环？哎、欸，那这个不用打掉。一二三四，就要先打掉。所以这种可以充能吗？先把这边充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重点是它羊毛断掉了。那你就放那你就放这四个羊毛上面的。哎、欸，那这个要吸掉哎、欸，然后这个要先吸掉，然后让它断掉，这个前面就会一直接着喽、哦。然后啊，然后这个打掉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个走开，这个走开。不是、啊，我们对这个要洗掉，这个要洗掉，这个要洗掉。然后这个就可以打掉了。赶快，赶快！你的火把，你的火把。Nice， 专业，观众专业。啊，是我自己想到的耶。耶，咦耶！哇，这也太乱了吧！好可怕哦，这个。可是我现在身上半个红石都没有嘞。对，你可以打控制杆、啊。有啊，哦。没有，这个红石是你从这边拿来，这边先放，然后什么时候再放回去？这个要先关吧。这个，嗯，这个要先拔掉。没有，你先把这两个关掉。对对对，这边还有个控制杆。那个红石应该要拿掉，因为这边有个绿色可以。有红石粉可以拿过去。我想去厕所一下。红石粉先拿到第一个吧。這個、红石粉，拿第一个有什么意义？攻击有啊，没办法打。充能这个啊。哦，我这一格会有。嗯。然后再就是。这个，哎、欸，绿，你还有拿到镜子吗？镜子，什么镜子？就是那个压力板，压力板吧。哦，我都放上去了，我都放上去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还就这个就可以打掉了。没有啊，上我上面放了三个，菜刀应该放一个。菜刀，打他，没关系，我他八个都要。哎，这个还是有啊，就冲了。鱼竿的红石小教室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是下一个。啊，是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个也要关掉啊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打过去啊。这个也要关了。哦，够了。然后这个就可以拆卸。超能的。对，然后再来是这个。这个要先关掉，应该不用。然后，哎、欸，要换个控制杆。开关不用哈。不用什么？被吸走了，还去买一点东西吃。不要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打掉。然后关这个吗？关心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先，这个先关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懂红石会死很惨。再打掉。哎、欸，就是我。然后这个也可以打掉。然后再来是、欸、这个，哎、欸，繁星。Sorry。可以。啊，那个红石粉。可以了，红石粉。红石粉，在我手上。没关系，交就我手上还多一个摇控制杆、欸。鱼竿 carry。哇，控制杆偷走。咦？哦，手上刚好多一个控制杆。真的呀。然后，你看，另外一边吗？对，再把这个关掉。没错，哎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？这个比较快，因为那个就用控制杆。哇！啊啊啊啊！这样就好了，就有一个镜子。Oh yeah！ 哦耶 ，carry！ 哇，这是第三跟第四都过了。这还有一个镜子。有我手上，给你一个。
好，我现在卡住，你先走。我把他打下去。卡住。他他下去了，嘿嘿。我踩了。我说麦克卡住。我有时候切换四装会这样。干嘛切换四装？我看一下其他东西。耶、yeah, ！我终于有用了。应该还有几个关卡。我觉得每一关都有，每个地方都有得拿。这边你也有用啊。